者赖晓彤新北报道，农历春节是家族团圆的日子，有鉴于罹患失智症人口增加，亚东医院设计大年夜的失智症考题，提醒民众及早发现长辈的失智症前兆，以立即早就医。亚东医院一般神经科主任甄瑞欣表示，退化性失智症成因不明，无法预防也无法治愈，但积极中度的运动与认知功能训练能有效延缓失智症状。失智症前期症状包括经常忘东忘西，原本会的事情变得不会，语言能力下降，时间及空间混淆等。大年夜的失智症考题共有八个题目，例如询问长辈今天中午吃什么菜色、什么鱼、什么肉，观察长者看电视时是否会使用遥控器换台，以及观察长者对于以前可以做的事情，是不是渐渐不会做或不想做了。若超过二题未通过，就有疑似认知功能障碍情形，请尽早就医检查。甄瑞欣也发表延缓失智十撇步，包括每天积极中度的日常运动、适当睡眠、避免忧郁、减少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、地中海饮食、多做自己感兴趣且对社会有意义的事、维持有尊严及独立自我照顾的能力、增加社交网络、控制三高、避免抽烟及酗酒。